见证历史，马斯克真的做到了。就在刚刚，一名 SpaceX 的女工程师和亿万富翁艾萨克曼乘坐马斯克公司的龙飞船完成了太空行走，这是太空探索历史上第一次非国家类型机构和部门组织完成的商业太空行走，意义相当非凡。2024年9月12日，马斯克的北极星黎明任务在离地球700公里的太空成功实现了历史上首次平民太空行走。 SpaceX 公司女性工程师莎拉·吉利斯和一名此次任务的赞助者亿万富翁艾萨克曼分别暴露漂浮在了宇宙真空中。这一壮举正式揭开了人类太空探索的新篇章，更是马斯克和他的团队为未来平民太空旅行铺平道路的重要一步。画面中是亿万富翁艾萨克曼身穿 SpaceX 新设计的舱外宇航服，离开完全减压的龙飞船，进入无尽的黑暗太空的壮观景象。在这一刻，这名亿万富翁就这样在太空和地球合影了。飞船内外和两名宇航员宇航服上都有摄像头，同步直播给全球观众的同时，也捕捉到了地球和太空的壮丽画面。在这次舱外活动中，艾萨克曼和吉利斯都身穿加压的舱外活动服，他们在体验新宇航服舒适度和灵活性的同时，也是在通过一系列动作测试手臂、手和腿部的机动性，从而评估新宇航服在执行太空任务时的表现。艾萨克曼在发射前就表示，由于使用了 SpaceX 团队设计的各种移动辅助装备，所以这些装备让他们在太空中看起来就像在跳舞。而他们的目标就是深入了解这套宇航服，并向工程师反馈，从而帮助未来设计更先进的宇航服。由于飞船在椭圆轨道上运行，两名宇航员太空行走时离地球最高点能达到737公里，这比国际空间站的高度还高出320公里。因此，宇航员要多次穿越著名的范艾伦辐射带。这是一条地球附近宇宙空间中包围着地球的高能粒子辐射带。身处其中，辐射剂量相当于在国际空间站待3个月，因此 SpaceX 新型舱外宇航服也对此做了专门的设计和保护。按照马斯克的原话说，当宇航服加压完成，舱内氧气抽完，舱盖打开，能保护这些平民宇航员的就只有 SpaceX 新设计的宇航服了。事实也证明，轻便简约的新型宇航服完全没有问题。令人感慨的是，这次太空行走其实完全是一家商业公司太空技术的展示。马斯克向所有人展现出了私人公司在太空探索领域的巨大潜力。过去，太空行走一直是国家培养的宇航员的探索行为，而这次，马斯克让普通人也体验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冒险。这意味着未来的太空旅行可能也必将变得更加普及，甚至有一天，每个人都能像乘坐飞机一样轻松地进入太空。而这才是马斯克更大的目标，他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服务于那些亿万富翁。因此，这次太空行走的目标也是为了尽快改进和完善低成本的、更易于制造的、可大规模生产的新宇航服，为未来乘坐 SpaceX 星舰前往月球和火星的商业宇航员铺路。毫无疑问，马斯克此生的最大愿望就是让人类踏上火星，让太空成为人类的第二家园。这次北极星黎明任务的成功，无疑是朝着这个目标迈出的坚实一步。根据马斯克的最新计划， SpaceX 将在未来2年内实现发射无人飞船进行火星着陆测试，然后4年内实现载人火星飞行。最终目标是在20年内在火星上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约100万人的移民城市。那么，你觉得有生之年，马斯克真的能做到吗？